但是不要被侮辱，就在台湾前。那加还有一个，等下还有一个 B 组，你知道吗？至少前三啊，真的假的啦？我已经想好，等下起跑大概是怎样。是你，结果不理想啊，但就当练习，练超车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完全按照剧本演出，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按照剧本演出。我第七嘛，对，起跑之后大家就往中间挤，哦，右边那么大的洞，对，冲进去，哎，第四了，哦，我来跟一下。可能会有些人跌倒啊，刚刚跌倒。然后 再撞一个，怎么撞？你他妈的！我有留空间，我有很多人。靠车快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做到男子汉，练车。好，练车。好，带你出国比赛，还是私教比赛？好累啊。强势回归，
预告一下，等一下剧情是怎样？第一啊，出去就第一，然后就直接到没有啦。好，那所以待会今天这一场目标就是冠军了。没有错。可是你背着一个很大的负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里，高自金，高自金，双重自金。加油啦，王浩！那车头就不会冠军。有这个必要性？你十七号就排十七位吗？我也不愿意啊。你知道 Vita 刚说，Vita 说他排这么后面了。他十七号，他就要排第十七位。然后等下第六位踢掉。等下就直接冲到你画面。没有动，没有动。好，画面倒数为止就算了。这一站比完就退休，就退休。跟田哈，本来比赛这几年无所求，但是现在因为沙巴在后面，你就会拿出一点实力。今天最认真。就是要赢他，你不要被他扒哦，被他扒的很惨，不能被侮辱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，一生只督他一个，对。我默契很好。好 ，OK。我要打断他一下。好，你说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大验车，所有这样子搞得好像北一在执行那个特别勤务。嗯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一次？因为听说有特别针对一些模糊地带、灰色空间，真的特别抓的是什么？抓的是车牌。怎么说？因为其实车牌在赛会明文规定是不得做转变，不得更变，不可以焊，对，不可以，比如说脱氢。啊啊啊啊！对，所以。今天就是有点像监理站这样，但是后来发现，好像有一些车队、有一些车辆是有做调整的，对，所以干脆就一次彻底的执行了。对，
好硬哦。所以今天比完赛是所有人都把车停在旁边，然后现在再一口气，大家来猜，好了就举手。对，有可能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今天排名大突破，就大家名次又往前，是不是？对。但目前检查到目前为止，合格率是高的。哎、欸，合格率是高的，哦、真的还没有没有验不过的，还没有验不过的。好，那你继续忙。OK OK OK 好好好。你让我很难过，你不是，你的剧本不一样啊。对，而且老都是老吴，他妈的，他在那边叫我赶快走，不要影响别人的比赛。不是我，早知道我就躺久一点，你就躺久一点，红旗重新起嘛。没有，但是你影响到蛮多人的，就是有人骑在你身上的啊。是，有哥，谁骑在你身上？曾汉伟。哎、欸，我问他说为什么车子会卡到油门，他说不是，是他吹的，因为他怕熄火，所以他就在吹油门。可是你知道我本来看很难过，但是另外一个很温馨的画面，就是那个瞬间老吴过去拍了他一下。麦克风，各位，那个男人说到做到了。可以。感想，感想。很好，很感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其实红林的水准早就到了。但是之前就是每次都遇到一些奇奇怪怪问题，这是算苦尽甘来，对对对，也该上来跟 C 组跟大家玩一下了啦。一切终于有个交代。是是是是是，那你对比赛过程你满意吗？满意啊，满意满意。至少我有跟在前面的。我觉得真的骑得不错，而且重点稳。对。你到后面其实你中间一度有人想弄你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沉着的稳定的感觉是很好的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明年继续。好，明年我干周小杰啊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哎，其实周小杰已经不行了。周小杰，你看他今天来就是、我不能比，这样真的不行。车白烂。那挡车你觉得怎么样？挡车可以，可以啊。Bike C 也可以。可以玩一下，可以玩一下。好。我觉得等很久，等红林身上 C 哦，那接下来就一路往上去迈进了。OK 啦。哎、欸，所以因为你现在是 D 组，等到你 C 组，你就可以去超 C 弄一下。知道什么叫天堂地狱？你知道那个太硬，那个很硬，没有那个去弄一下，我觉得那个视野会增长，好不好？我懂了，学一下他们怎么。对对对对，很棒很棒很棒。OK， 说到做到。哎，生活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想必是要领奖，告诉大家你最后第几名？第八名，差一点点。一点点，大概一点点，差那么多，两点点，两点点。不是啊，那你穿那么漂亮干嘛？不是，我想说还要拍合照结尾跟。啊、哦，你自己怎么看今天的表现？你自己啦。我觉得可以更好啊，就是赛前大概。那当然，因为也没办法更差了，就是。可是赛前一两周，我觉得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出错，跟调整车子，然后礼拜五练车的时候，其实引擎就出状况。对。然后送回去整理之后，其实今天的引擎状况是有非常是很好的，可是就遇到早上那个下雨，我真的没有骑过雨仗，然后轮胎的策略上也稍微有失误，所以排位的时候其实坐的位置真的蛮后面的，我其实可是翁科西比你后面，他起跑射过去啊，人家在前面啊，就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就是走。谁叫你早上要喝大冰奶？你每天一杯大冰奶。没有每天，没有每天，有没有每天吗？没有每天，没有每天。今天啊，没有大冰奶的日子换成什么？大冰红、红茶豆浆、大冰拿铁。你远离奶，戒奶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奶很好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自己在旁边看啊，我今天很累，我已经快变斗鸡了，因为我一边我要看郑德明，一边要看你。哇很累，视角好，但还好你们离很远，所以刚好同一个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觉得你对自己多一点自信。自信。你今年确实花了一点时间在调整车辆啊，抓设定。对。然后我们工作也很忙，但是你看他又要带 Kimi 出国，你看我们过两天又要飞了。我觉得这些是事实啦，但是其实你后面在超车，包含处理苏家兄弟啦，包含中间过程处理自己人，处理其他竞争对手。其实你的节奏是明快的，你到后面是越来越进入状况了。可是这些事情你在第一圈就可以做，就是你的急，像你前面有时候你那个原本不是阿华还阿红跑在你前面，舒适红，你在电线杆的弯那边挤一下自己乱掉被超掉，对不对？我都在看的那一块，如果你今天对自己有自信一点，你可以留到后面处理。你急着想在那边赶快超，然后处理，那反而你的节奏乱掉了。然后损失了排位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选手们的问题，就是说你的技术有到，但是你知道你的练习量不足，你的车辆设定可能不够，但你越是这样，你越要冷静了，太急了。
对，像我在旁边看到觉得没问题啊，急了。好了，再加油。但今天其实要穿这些不是，哎、欸，过来。我现在是老吴，我现在是跟你的赞助长。我就问你一件事，是刚刚有一个都市传说，是你压在耕田身上，然后还一直吹油门。对，你在耕田身上烧胎哦，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，好坏哦，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，是比较很猛，很猛。我觉得人生总是要一些巅峰嘛，那既然早上做不了巅峰，就只好靠下午做巅峰。邪教人都是比较狠一点的，邪教吧，邪教，邪教，神教，邪教啊。好，那个废话太多，是来。今天我们这一站其实除了车以外，有一个很厉害的新把宝，就是 CF Moto 发电机。OK， 蹲下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如果你看影片很少的话，就是因为发电机有一些真的太吵了。是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年本来就要买静音的发电机。嗯。结果 CF Moto 就荣秋呢告诉我们说，哎、欸，春风现在也有做发电机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说，可是我们要软胎包，我们还要电扇，我们要大功率的哦。来，你告诉大家这一台。这一台是 i451， 那它的最大功率有达到4500瓦。简单说啦，两组暖胎包是前后这样算一组。对，两组等于是你对应四个暖胎包，还可以开电扇，还可以有其他的充电。是，功率绝对够。但重点是来发动一下，非常的体面。电发动，电发遥控哎、欸。但是它排气管现在喷我有点讨厌啊！你先把它移走一点，不然可能会有点烫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重点是什么？这是大功率的。对。它现在其实声音并不吵，我们就在旁边。嗯。它有没有声音？它当然有声音，可是比起那个什么 GoGo 那个经理 Albert 买那个吵死了，这个安静多了。嗯。而且因为它的功率大，其实它不用像我们之前买那种 Yamaha 或 Honda。比较小功率的，你要一直拉高转，很吵。就是它排气量跟功率本身就够大，所以你不用到那么高转也能达到你所需要的功率。这个啊，之后我们因为今天其他赶的时候，我就不要讲太多。嗯。但是它有高功率的，也有比较小功率的。是。价钱还没确定。价钱还没确定。我如果可以，我真心想推广这个。我们来办个团购、欸。你不用在那，你不用在那边拉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按了就好。然后它也可以用拉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电启动。然后 USB 跟 12V 的车充座都有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大家这个都安静一点，赛场这样不是很棒吗？而且拉杆你要搬动或干嘛也很体面、啊，这个是有拉杆的。哦，所以它是这样直接走。对，啊，搬起来也真的不会到很重了、哦。我觉得一个男生是搬得动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等它售价出来了，看多少钱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。是，不错，这可以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进入跟孙国军无缘的颁奖环节。其实今天我蛮难过，因为我一直想说，以我 A 组高志勋应该有不错表现，可是他没有参加决赛，没有参加排位赛，然后也不讲话，就一个脸在那边讲啊，哎、欸、不讲话，哎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一般是像你之前确诊啊，锁骨断掉没来才有那个照片嘛，你现在弄个人形立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了，但不好吗？你要打我吗？你需要这样吗？不是啊，啊为什么要弄这个人形立牌？就是厂商他们要求，而且它忠实还原呢、欸。怎么说？很矮，看，没有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跟志祥看起来一样高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的意思是，没有志祥本来就是属于赛车手体型啊。嗯。那你这样子搭配起来也算是忠实呈现啊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是这个要伊斯兰教徒，这个要假。那恐怖分子游王哎、欸，恐怖分子要防晒，游王哎、欸，游王游王哎，你好好讲话。这阿拉伯人啊，游王啊，很猛哎、欸。对啊，啊，曾汉伟也有，曾汉伟也有啊，我们全部都有啊。为什么你们都有啊，我没有？那不是我们，WF 是飞宝赞助的、啊，他帮他们做的，这样、哦。所以是飞，因为今年转播他们是大战，所以这个是电视台制作的啦。是是是是。可是怎么高大小不一啊？你比较胖啊，啊你比较、欸、对不？你比较壮，
可是怎么跟他们看起来一样的，就是短小精干呢？他那个比例尺说的可能就是，可是他一个板是这么大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要把它拉到那样子的，塞在那个范围内。哎，其实他已经有被销售了，他这边都已经屁股已经不见了。不要，没有，这是去背的时候，你就是去的不要，就把去的随便一点就可以了。啊，是。好啦，那志祥有什么话要说？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了哈。好啦，那。反正今天你们也都没得奖嘛，你也七早八早就下课嘛。我们今天来立一下 flag 啦，立一下 flag 啦。啊，来来来，不要再弄你的游网了。下一站你要拿第几名？麦克 A 第几名？麦克 A 哦，我觉得这个需要观察一下。我前三啦，好不好？前三，前三哦。嗯，那你就叫泰国人不要来，你就前三了啊。那是一定的。好，所以你目标前三。嗯。那你呢？前六了，前六要捏嘛？对啊，会怕呢，会痛哎、欸，会痒。嗯，啊，你们自己要捏啊，我们不能捏一下、啊。我哪会捏自己？不会啊，我是说 ，calm down， calm down。哦，好吧，那反正前六前三就对了。对对 对, 對。那江一新呢？江一新只要也前三，他一定有做。蝉联冠军。对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。嗯，哦，这一站狂风暴雨又那个乱七八糟。哎、哦欸，等一下，轮到我发问，你有要复出吗？很多人都在问最近。没有啊，明年那些留言我都删掉了，没有啊。一言堂，一言堂啊，怎么样？下次见，拜拜。